家晚上好啊！现在我在大家晚上好，我是七少爷啊。现在呢，我在马来西亚东甲的这个四军店啊，就是我每次说的是地表最大间的，以二哥奉为主神的庙宇哦，就在这里四军店。那现在呢，我们请这个大儿爷伯哈，今天呢，他们这边有个超度的法会哦，超度的法会。那现在呢，他们就是先邀请，是大儿爷伯先降价哈，来主持这个超度法会哈。大家晚上好哈。然后呢，等一下呢哈，二哥峰就会来了，就会降价了哈。好，那今天呢，整天就是他们就是有这个开光仪式哈，都是这个龙虎山那些道长啊。主持的开光也是不错的，啊，他那个科仪哈，就是跟我们平时看的都是比较不一样哈，那这次来麻坡了哈，主要呢就是来拍这个志军殿他们这个五朝大法教嘛哈，就邀请了龙虎山的很多道长呢来主持这个法会，没见过哈，今天见了就是比较蛮特别的哈。然后今天有一点空的时间哈，我就带团队呢去了简云宫哈。那简云宫呢，大家等一下可以看我们的照片啊 ，video 都在我们的Facebook 了哈。那今天我们主要呢看的就是大儿爷伯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然后他们规定就是说，所有参与这个法会的家属啊都必须到现场。七少爷，南北马、台湾、中国道客，都以不同方式来演。对呀、啊，对对对，不同的，对对，啊。
家庭搞起来啦呀！是的。那在一个月多前呢，我们就看了这个台湾的台湾的这个开光的，也是他们的科仪，就是在新山店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是很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式哎呀，哇，这个二爷伯。那我曾经拍过这个志军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刘师傅呢，这个刘师傅在二十多年前呢，他就在泰国修行的时候呢，这个二爷伯他很没有，比较没有耐心，可怜的怕怕，他就先比较喜欢摇头，把他的帽子都摇掉。那等一下呢就是应该是我第一次OK 记录这个二哥峰降价哈。那我在拍这边的时候呢，我一边呢是很跟这边的律师说，你们的那边的二哥峰降价是你要跟我讲了你不要不要让我错过二哥峰降价那今晚呢在这边记录了他们这个超度法会还有二哥峰降价时候的影片过后呢我们在大概10:45 OK 我们就会直奔跑就是边去那个麻坡老港圣明庙因为呢肥哥跟我说今天麻坡圣明庙在5:125:12有 something special 会有一些东西在发生所以我在5:12呢我在麻坡那边呢那个圣明庙我会做直播三哥你看三要不要看三哥这我看不看三哥来很开心最近有这个机会呢就带我团队出来马来西亚就是可以开始记录这边的这些他们的不同做法那马来西亚呢他们的这个油梗他们做起来比较可以用得心应手吧就是比较他们对很多东西的要求都没有新加坡那么严格就是他们油梗放烟花啦都 OK 的就是做得很开心啦就是那今天在空闲之后呢就是一个大概3小时的时间吧对不对我就带团队去那个
捡云工啊，捡云工，你们看到啊，三哥做了直播，然后我就故意哈、啊，特别的安排三哥采访，啊，给三哥一个啊比较多一点练习的机会嘛哈、啊，就是可以采访不同的人物啊。对呀，去发布发布去怎么话？做多几次他就会驾轻就熟了哈、啊。好，他们请这个翻下来了。大家晚上好。麦，三哥人蛮很小声。你人蛮很小声。打四，又打四把。然后我就跟李斯说了哈，你们那边呢，在大殿那边，如果二哥峰跳档哈，你要来个通知我嘞哈，我会跑过去哦，啊，好的，现场蛮多人的哈，就是那些参与哈，参与这次这个超度仪式的哈，对，都要到场哈 ，OK。好了，我们的二爷婆。我的二爷婆再给 blessing 啊 ，blessing。好了。要茶水吗？有吗？哎，其实呢哈，如果你来志军店哈，你跟那个刘师傅聊了哈 ，OK， 他的理念哦是啊，二哥峰是乐善好施的哈，就是啊做慈善啊什么的，不是好、啊、来 casino 啊什么的。我一直来我都是一点误会哦，误会他们这个啊二哥峰的这个一个小孩在牵着阿北。他们大爷不知道做什么，就是拿着这个翻了好了、啊。有这个 special blessing 的没？啊，对，打工有的。这个。有了，再来，哦，有两个车主的车呢哈，挡住他们的这个。香味，你有在那个 PSG 这么隔壁吗？不是你啊。不是。你有在阿伯的附近吗？对。有人交代了哈，然后就是等下的。二哥峰来的时候呢，请大家通知我一下，不要让我 miss 掉二哥峰。啊，对哈、哦。好，因为被两辆车哈、哦、挡住这个啊，不要做这个仪式哈、哦，对，必须通知那个 driver 来把车移掉。OK。好。那欢迎大家来这个，这个是麻波极霜哈、哦，是目前地表哈、哦，这是地表最大间的二哥峰为主神的庙宇啊。那这个地方是蛮大，超大了哈、哦，就是好。谢谢你了。那下午呢？刚才我就在拍了哈，拍了一段6分钟的影片，我已经上载到我的 Facebook 了哈，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哦。这次其实这次呢，有多少宫庙哈啊，请他们的神尊呢来这边做客啊，哎，很多很多哈、哦。
很多很多啊。然后呢，今天下午呢就花了一段时间了 ，OK， 在那边欣赏每一尊神尊哈、哦，啊。不要碰到我。你看，你看。好了，我去看二爷在做什么了哈。对。我们的刘师傅，我们的刘师傅，你好，你好，辛苦辛苦，好，等一下二哥峰要办事了啊，到、这个、要来了吗？啊，我们这个法事做完就到二哥峰办事。好，好，好，可以，可以，好，多半个钟，好，多半个钟啊，多半个钟，二哥峰来了哦，好，等等看，多半个钟哦，二哥峰就来了哈，你们看看他们的超度的冤亲债主的，哎呀，就刚刚啊，放炮啊！等一下啊，等一下放炮了，是慢慢的这些啊。刚才一场很精彩的法事哦，这个可以哦，他们开光那个神尊啊，这个都让五阿哥拍了，五阿哥哈、哦，因为五阿哥的他的 camera 哈、哦，可以把那个很多科仪哈、哦、拍到好像。唯美派的哦 ，Where is this place 啊？我们在麻坡，哦麻坡这个志军店哦，志军店。为什么哥啊？啊，王哥来，王哥来做的。来做的。哦。我来做干啥的啦？做那个酒吧的啦，我来做。哦，老李来干。你们知道吗？我很喜欢拍影片哦，就是这样跟着。神尊在啊，神明在后面这样走的。还有半个小时哦，我就要去拍二哥峰了哈、哦。这是我首次哦，就是拍他奇迹，希望有机会今天哈、哦。然后呢，是啊，好的，他是没有人离车哦。我看我们的二爷不会没有那个耐性，好、哦。我们在麻坡木啊 ，OK， 我们在志军店啊，就是地表最大间的，以二哥峰为主神的啊，志军店。那你们知道吗？哈啊，其实这个二哥峰哈、啊，它有一个五的形象的啊，五的就这个啊，这是五的二哥峰哦。好的，司机走的话，晕车了哈。该中的，该中的，晚上漂亮，晚上。我好想让你安达温，他们的五阿哥，我们的五阿哥啊，回去就会剪一个美美的片哈、哦、啊，这个志军店，啊。我们来看看他刻意。哪里找一颗？等一下给你们看哦，一颗珠，这么大颗、啊，也是一点点都不。好、oh, ，I don't know 呢 ，Let me try。找一颗竹哦，这么高，你看从这边，这个硬盘，这个竹很高哎，这是硬盘，那个硬盘就是
有这个太古的两种音，就是同学这个啊，古谱或者是流族的这个古文，或者是讲说这个。那这穿蓝袍的，就是我们的刘师傅哦，对。在两年前呢，我就采访过他了哈。对，那时这个咨询点呢，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开始建设的一个状态啊。对。在我心目中啊，刘师傅很伟大的，很伟大的，这是他的那个毅力哦，我不懂从哪里来的。对，他买了一个三个一个半的地哦，就为了建这座。啊，地表最大间的这个，啊，所有参加法会的来拿香，就是在建这个这么大间的一个这个庙宇哈，对。他在22年前了，20多年前了，去泰国修行哦，修行，然后他就遇到一位师父啊，一位师父。那在泰国呢，那位师父呢就交给他一尊小小尊的一个二哥峰的一个神尊哦。那个师父就跟他说，刘师父，你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哈，你好好的哈供奉他，然后就是呢好好的把他的乐善好施的这些精神哦发扬光大，发扬光大。Please save 一个财务。一个全部在那里。阿麦叫你用我的 hotspot 嘞。啊？啊？他说你好。好，好，你有没有 hotspot？ 我不会，你用吗？阿麦给你。然后呢，他把神尊带来之后呢，他就在。他在另外，所以，吓死了！有，底下我是老港。有，我10:30就离开这边了。因为肥哥跟我说 ，OK， 等一下你要来老港，因为老港呢，在今晚呢会有一些很精彩的东西。我就问肥哥，什么东西这么精彩哦？他说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他说等一下呢，你看到整个甘崩跑出来，整个老港的甘崩的那些居民都跑出来。啊，然后呢？难道肥哥又跳太子爷？你真的吗？那天他的太子爷来了，他跟我说隔天呢，他说。我只想赶快回去新加坡，因为太丢脸了。讲，肥哥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呢，他已经是新加坡人了哈。他有新加坡公民的。他啊，肥哥的 story 是 another story 哈。对，他在Hello， 大家好，肥哥呢在几岁呀？他是就是肥哥他的他是一个木工啊，他是啊 carpenter 木工的哈。啊，然后呢，他有一次他就。好、哦，他的 girlfriend 哦，他的就是个 fiance， 他的这现在现任老婆呢，在新加坡做工哦，然后呢就驾辆车，当时哦，采访过他哦，他的车呢只有半桶油啊、哦，一点点油味哈、哦，然后呢身上只带20块马币 ，OK， 从马来西亚过来新加坡呢，好听叫找他的 girlfriend 哈、哦，难听我自己教他的，我说投靠他的女朋友。
所以呢，飞哥呢，他是经过一段不是很好的日子哈，对，然后呢，到现在他就算是很不错了啦，很不错了，对。你们不要看飞哥是属于一个好像很粗鲁啊，骂粗话啦，什么啦，对不对？但是飞哥的心很好的啊。我们这次来麻坡哈 ，OK， 他赞助我们的 transport 哈，有一个司机载我们，然后呢，就是也载我们回去 ，OK， 就是听你使唤了、啊。所以这个呢，我就很谢谢肥哥哈，他答应的事情呢，他就做他会做到。二哥峰会等他临时跟我讲，还有半个小时。哦，阿贝在我后面，吓死我！哎呀，怎么 save 他？他说了，这个对，司机是女的，对对，女司机的，小胖胖。Hanson， how you know 我们的司机是女的啊？你 get 不回来你 Hanson？ 所以谢谢司机飞哥，因为呢，来回这样开车哦，很蛮辛苦的、哦、然后呢，下个礼拜我们又要去哪里呢？马六甲的慈海店哦。这次去马六甲呢，去四天哦，就是 holiday 是五月一号嘛，对不对？我们二号、三号 on leave， 好。拜四、拜五、拜六礼拜会去到马六甲的慈海店，对。然后你懂啦，我们一到马六甲啦，我们的经纪人是那个三潭先锋队的 William 嘛，对不对？人没到就把那个节目啊，就把那个节目编排好了，嗯。所以在马六甲呢是没有的闲空的哈、哦。我吃饱饭了吗？吃了。是什么？阿伯是什么？大家晚上好啊！现在我在麻坡的志军店哦，对他们今天搞这个，在大老爷伯来就是主持这个超度的仪式啊，超度仪式，大家看，应该是明天吧，哈。请问大家，你们懂阿北的是什么？你是 CIA 中？OK， 安正 ，test 一下，阿北的是什么？那我们的团队呢？哈，现在去了一个浴室哦，然后呢，在马六甲。哦，被骂了。Practice calligraphy。开服啊！这是福吗？啊，小虎。那自从我们去了玉社哦，还有马六甲这几个地方做这个游行哈，对啊。现在呢，我的团队哈、哦，这个五阿哥啦哈，三哥啦，哎，几时我们要去马来西亚拍游行？几时？烦死了，很烦的。大家过。这位大爷比较温哈、哦，比较温一点，他的一举哦，说话啊、哦，说话的举止都是很温的。
站在他们的家属的前面就走了。对，给他休息一下，等一下还会来走，给他休息一下。帮他上风。该大伟的，大伟的。刚刚讲大伟的。不是镜头，还在这看我们直播。谢谢你，先生。我的情歌，这个呢，你话很重要。我来上海了吗？五个小金，你有什么？什么 level？ I don't know why. 你们不要吓他了，你看三哥他的头，你看他头。啊。他摸出二哥开始了。好的，我们要带一波去巡的哈，去巡的哈，给你们看看来。这些呢是参与这个。超度法会的这个家属啊，家属，然后他们必须要到场，到现场，对，所以家属呢就会，你看，二哥峰还没有来呢。他们的理事跟我讲的，啊，还有半个小时，啊，重点就是这次来呢，就是上次我也看过，就是我刚到的时候他已经起机了哈，就是上次在圣明庙游进来这边的时候哈。那时呢 ，network 很差，拍什么都不美 ，OK。然后呢，多米前面黑衣服的摄影师啊，啊那个菲菲啦，我们的大爷哥在 supervise 啊，在 supervise。顺丢，还有小孩在捡，应该是孩子吧。那我在两年前的时候呢，我来这个志军店了，他们当时那个志军店呢还在很初步了，初步这个在建设哈，然后呢也是多亏很多 supporter 啦，帮了他们。就是把这个，特别是那个玉王殿，它是九层的，啊，把它建起来，里面是很漂亮，是很漂亮，哦，它里面呢，哈，它的装修呢，哈，都是肥哥哈，肥哥就是肥哥，圣明庙的肥哥啊，是。三哥下线了，三哥没有 network 了，他只用台来的。你看，三哥在新加坡啊，操练他的 M1 有多厉害，来到马来西亚是死的，啊，为什么我 OK 呢？因为我用马来西亚线，马来西亚的电话线，啊，来，你看他，来三哥来，新加坡线啊，你看他是不是死了？
等一下，阿公在录了，他在录了，没办法。哇，就看他怎么下个礼拜哈，我们去马六甲哈，我看三哥要怎么搞。哎，二妹晚上好，二妹今天不是拍了个天灵坛吗？哈，天灵坛。哎 ，Freddy 晚上好。新加坡打玻璃，新加坡来打玻璃。啊，他是去哪一个马来西亚的县啊？那你去马六甲，你去甲来。哦，哎，这次呢，我们去马六甲是去四天哈、哦。四天哈，然后呢会采访三间庙宇哦，啊，一间就是，但是慈海殿了哈，第二间就是那个可能就是海龙宫哦，第三间呢就是那个三中宫，我在安排啊，在安排三中宫。因为三中宫呢哈，三中宫在六月一号哦，有个很超大型的一个游境哦，超大型的游境。但是呢，问题就是我会安排二妹二仔、九二兄还有六师弟来。因为呢，三哥我还有九阿哥呢，都会在台湾哈、哦，跟着东野护松殿去台湾，啊，所以其实呢，在六月一号呢，我们数字自媒体呢是分两边的哈，一队一团一个团队在马六甲，一个团队在台湾。小虎，你说的是这个胖仔吗？这胖仔吗？这个 Kevin Man 叫什么名字？那等一下我们去拍那个二哥峰的时候呢，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大殿哈、哦，真的是很漂亮啊，很堂皇的，就是它那个很庄严哈、哦，很庄严它的装束啊。我们的二爷婆呢？二爷婆在，好，就是非常的庄严哈、哦。OK， 那个至尊殿，啊，现场很多他们的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属于罗佛吧？对，麻波。属于罗佛，对对 ，Karen， 我靠 ，Hi Pat， 五月底六月头啊，我们在台湾，我们在台中代济公哦，就是跟着东岳护松殿哦，还有那个玉峰南浮玄三庙啊，都会到那边，因为他们大日子嘛，对啊。OK， 善心在问事，我就不拍了哈。哎，我们去看那个大爷波。OK， 等一下，我们的这个二哥峰哦，就很快就要来了，就要降价了。可以来这边。那这次我们去那个马六甲的慈海殿哦，就是给我们一个邀请函嘛哈、哦，就是他们在那个星期四晚上哈、哦，会去海边呢哈、哦，就是恭请那个108位兄弟，那108位兄弟呢哈、哦，到下个星期四啊，我就跟你们讲的故事哈、哦，因为很多人就认为他是海南的
哦，跟海南的这个宗教，就是我海南拜的神有关系哦，108位兄弟啊。大家都会去问啊，慈海殿是不是海南庙啊？这些问题呢，我都会在采访的时候会去问他们哈。对。This is where. This at Malaysia. Malaysia, JB Mua. Malaysia JB Mua. Okay. 在 ensure 就是确保这参与的家属啊，就是他们的祖先嘛，做长度的法会。QC， 对对，他在做 QC 啊，就是 quality control。这个是谁的家属啊？这是谁的牌位啊？大家好，这个是谁的牌位？这边是谁的牌位啊？Hello， 大家好，前面这座是谁的牌位？号码，幺八。L8 是谁的啊？这个点给到。他的理事会的通知我哈。有吗？有人吗？这边的 QC 阿北 check 到东西。这是谁的 ？L8 谁？你查一下 L8。L8 是谁？好。我带大家哈，就是去看啊，志军店来。他的大殿哈 ，just in case 我会 miss 掉那个隔风奇迹，我这边等你跑过去对不对？啊 ，OK， 好的。其实呢就是他们这个晚这法会哈，外面呢有很多麻干的哈，很多东西吃的哈，啊对，这边。啊，要不要做 food review？ 我全部在那边吃东西，对不对？全部在那边吃东西，你看。啊 ，OK， 好。看到吗？啊，自助店。晚上很漂亮，晚上。啊。他们叫麻波志军殿哈 ，OK， 二歌峰主殿主厅主殿 ，OK， 啊，然后这边呢，他的提供哦，对，上次我来呢，还没建好啊，就是啊，九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号九层上去，他的提供这边 ，OK， 后星的鲍比 like this， 我那请多少人做一个，巴沙马拉姆 like last time 有吗？这没有了啦，现在哈，对。那下星期哦，下星期我们在那个马六甲的吃海店哦，也是会有把什么做这个啊吃的哈，对。好了，带大家看一看哦，吃军店的大店。我们是龙虎山的道长哈，对。
刚才了哈 ，Hello， 刚才他们就开光了哈，开光了这些啊、神尊 ，OK， 请问你们这尊什么神 ？May I know？ May I know 这尊是什么神？啊 ，OK。然后呢，他的二哥峰这样 ，How big is it？ 多大 ？OK。然后呢，这边呢是善信止步啊，就是我只能够这边拍啊，这边这样子。好的，二哥峰。其实呢，在智勋殿哈 ，OK， 他的二哥峰神尊呢有分文跟武的哈，文跟武的。就是这尊是武的哈，在前面这尊武的，这尊 ，OK， 现在他们穿的 T 恤呢都是武的哈，非常大尊哈，他的对他的二哥峰 ，very very big 哈 ，very very big， 你看他大殿 ，OK，so、okay? beautiful， 好，他的哦，还有他壁画，这是你的泰国 ，I mean， 好，你看二哥峰骑在那个马上面。那现在呢，就是怎么说啊？我不是拍了个 video 吗？六分钟哈，我们可以看 Facebook 哪一个神尊啊，就都是坐那边 ，OK 做客哈。然后就是北哥的嘛哈，马来西亚老港是美妙的这个圣德大帝这边哈。OK， 等一下我们就过去啊。OK， 乌奇观音哦，乌奇观音是那个奥宾黑脸的啊观音嘛哈，有个故事的哈啊，有个故事，他的脸是不是黑色的哈？然后呢？现在我就忘记了，为什么点黑色的 ？OK， 然后呢，这边就是有一个，这个东海哪吒太子哦，新山美加乐灵珠宫哦，他的这个东海灵珠太子哈，然后呢，他造型有点不一样，他是骑在一条龙上面的，龙上面的哈、哦，还有金吒大金吒大太子，然后木吒了金吒了哦，还有就是让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还有这个清水祖师啊，麻婆八口真人宫的清水祖师 ，OK， 啊，就是这个八口河边路啊，萧军二父就是张公圣君啊，哇，这尊很大尊，很大尊，所以呢，这边呢就是集合的啊，很多神庙都请他们的神尊来啊，这个是那个麻口啊麻婆的八口回龙馆哈、啊，麻婆回龙馆，哎。他们有跟我去拍过哈，王福大人、杜福大人，还有这个温福大人哈。OK， 那听说呢，回龙馆这个杜福大人哦，主神嘛，对不对？啊，听说那边的这个村的人哈，很多人都是姓杜的哈，很多是姓杜的，对，所以他们主神就是很多在中国以前呢是不同的姓氏嘛，不同姓氏呢，他们来新加坡啦、马来西亚的时候啊，就把他们神他妈的自己本身的神明带过来了哈，就这样。啊，杜甫大人回龙馆 ，OK， 解光，就是，三圣大王哦，就没有听过，我比较孤陋寡闻一点哈，知道吧？还有嘞，这边呢，好，这边是那个我们的这个三台先锋队嘛哈，那个龙树一王，这尊龙树一王 ，OK， 然后呢，最 special 的是这个连北神坛他的这个太子呢是戴眼镜的，救我，救我！啊，对，这边呢还有六任仙师啊，六任仙师麻婆六任宝殿啊，所以几乎呢很多神坛庙宇呢都把他们神尊呢请来这边做客啊，做客啊，就听这个教啊，听这个教清教啊，对，好。怎么拍过去？这边怎么拍过去？还有另外一边哈，另外一边，来看一下这边，这边有啊，地方很大，地方很大哈、啊。这边是那个斗母宫哈，麻波屋马路斗母宫的三位太子哈、啊，三位太子，哇，这个应该是很多年的哈，你看那神尊，好神尊。有些庙宇呢，他们就是不会去六任宝殿，六任宝殿，我要找嘞，真难找哈。然后这个是。这边啊，东甲包龙馆我认识啊，东甲包龙馆的包公包福千岁啊，他另起在这边哈、啊。然后呢，这边是麻婆新家旺哈啊，慧觉寺解公，还有玄天上帝，还有张公圣君，哇，这些都神尊都是哇，
很多，你看了就是，哎，啊，鲫鱼宫哦，这边，在这边，哦，我刚去哎，哦，这个今天下午刚去啊，鲫鱼宫 ，OK， 他的那个精确大夫啊，精确大夫，医神哦，他是doctor 来的哈，a lot 哈，对 a lot 哈 ，OK， 等一下再过去看了 ，OK， 啊，这边是天地君。天地君，喂，天地君有给我们刚拍嘛，对不对？5月3号呢，哈，我们那个有个节目要拍啊，就是啊、上面有给嘛，对不对？就以天地君的为背景啊，就是参与那个有给清华宫啊，清华宫的朱府王爷啊，清华宫的开机啊，朱府王爷建童跟应童哦，建童跟应童啊，对啊，对，这个没很多，好了，那这个呢就是。哇，不能，我们就是个二哥峰啊，就是啊、永平至君坛的二哥峰哦，二哥峰、啊、这个大尊的，还有这边，哎，这边还有啊，什么？是你的？啊？你的没？我阿公。你阿公啊，真的吗？你啊 ，OK， 等一下啊，我还没有介绍完啦、啊，等一下啊 ，OK， 这边呢就是那个，哦，这边。邪念大帝哈、哦，就是福德正神，哦，不同地方来的哈、哦，不同地方来的这个神尊啊，还有一些在家里自己拜的这个二公也来了哈、哦，都来参与这个听，哎，这个观音妈很特别哦，就是那个紫竹林哈、哦，紫竹林这个观世音啊，紫竹林观世音在这边嘛哈、哦，这边就是那个啊九龙圣君呢、啊，诶。啊，对，我看过这个哦，我看过九，他的那个头上一个的，他是九龙神君啊，这个是那个金顺大人哈、哦，没有，这个我没有听过了，我没听过金顺大人 ，OK， 然后呢，还有麦，麦的二哥峰，麦你的二哥峰 ，OK， 这边有一个哇，很多嘞，介绍不完了，那这边阴神哈、哦，就是居銮的太上老君。这个逍遥宫啊，金钱老爷，哎，老贝啊，金老爷，然后这边是那个金钱大老爷哇，金钱及二伯公哈、哦、，OK， 那他的神尊你看 ，OK， 巴西的英国府的大官贝吉亚贝，孝子爷哈、哦，对哈、哦，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哇，这么多你看，整排过去，好、哦，这边呢。怎么样去？对，八声中路七灵坛哦，那是亚贝。对，八声中路七灵坛的多亚贝。哇，麻波一封先封宫的安西二爷，不，这边上去都是啊，都是很多来这边做客，那就是很谢谢大家哈、哦，就是啊，多吗？多好，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哎，哇，三哥谢谢你，请我喝水啊。我去。OK， 我们的客服 stand by 了，哎呦，我紧张哎，那我们要准备了哈，对，好没？好啦，妇女丢啊，等下吧哈。连那个龙虎山的那个道长都啊修缸了哈、哦，对，现在呢我们在等二哥峰哈、哦、降价。没有，赶紧点。二哥峰，哇，开直播，重点时刻，重点时刻。兄弟哥，你来吧。谁？哪个？这是三哥。三哥，还有五阿哥在后面，五阿哥，刘师傅，功力不错的呀。啊，刘师傅，五阿哥，啊，五阿哥，啊，谢谢。他拍 video， 嗯，啊，对，还有五阿哥，还有助手哦，这个，啊，这是派助手来哈，对，OK， 好，重点来了，啊，重点，对。
好的，我们重点来哈。穿白衣的就是那个二哥风的地方。我没进过，没有。第一次哈，第一次就是记录哦，二哥风奇迹啊！大家等一等，等一等哈，就是他要来，他要来了哈，等一等。哎，我这边也看到那里呢？林水岩的朋友哈，林水岩朋友，稍微没有，对。包送啊，黄姑啊，啊，你呢？包送了那个。比较美丽啊！很美哦，这个庙啊，壁画你看，很美。然后就是听说这边的装修那个我的好朋友肥哥鞠躬不少因为呢，他每次会说：“哎呦，你看我装这个屋顶装的多么辛苦啊！”就是如果你现场来看到，是真的不错的，蛮美的哈。对，加油啊！来，他妈的音乐，我看那个小妹妹坐定位个，他们有人跳舞的哦，外面有人跳舞的哦，等二哥峰来了之后呢，办完事之后呢，我带大家去做 food review 外面的 food review， 大狗 love 种，你看这个什么的，这个的，怎么排的什么名字？大狗 love 种，多高多高？多高？你看这个动物，看起来是蛮像的啦哈，它的形象多高？外面人跳舞啦，人跳舞啦！哎呦，我们雷秀的 event 有劲咯，有劲就很多这种狼塞啊什么的啦，怕没有一大堆啊。好，那明天啊，明天十点哦、啊，明天十点志军店那个开幕、啊，来，我不说了、啊，我要 concentrate。二哥峰来了哈！来了一天哦，来了一天，就是在等这个时候。大家晚上好啊！哎呦，这广告广告广告，这都没变化了，放弃。敲敲敲。
叫小弟弟慢慢敲他那个上。记得哈，等一下十点半哈，十点半我们就离开这边，去麻坡巴尔老港圣明庙哈，参与他们这个他们也在做大日子嘛，他们的 closing ceremony 哈，然后呢，听飞哥说呢很精彩，Let me go and see， 你们有看过吗？就是一个神明来的时候，他穿清朝的衣服。在十一点，三个字一定要到。十一点三个字一定要到啊，圣明庙。准备食物啦，叫我们去排做工就有啦，飞哥。啊，超度。应该也是有机场的一个蛮关键。其实呢，在两个礼拜前就是二哥峰啊，他的后裔在中国那些他的后裔都来了这边对。那个风没有就是很鼓励赌的对，鼓励你行善才有那个福报对的。
怎么拍我的 MTV 的？这是麻薯巴西五 G 巴西五 G 第二个风，对对对对，麦对，谢谢你，谢谢你，对。那这是我阿哥哦，带他 assistant 来哦，他是打那个 camera 呢哦，那 camera 很赞的嘞。这 camera 哦。要先不可以啊，不可以，因为这个二哥风他不是很鼓励 4D 的，你们不要害我，你们好，不要来害我哈，这叫拿 4D number， 这样害我被骂。嗯，干比。坐前面的，他的多桃坐前面的，红儿奶奶，来了吗？这是刚才通过江西龙虎山开过的二哥峰那个牌，然后等下还会叫二哥峰再次加持过。可以了，这个只是做一百粒而已。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红包牌啊，哎，不是一定啊，是这全款，我们才有留拿全款啊，对，要全款啊。然后这个的话是红包龙，二哥峰小金针红的。光阿贝来了，大老爷婆来了，大爷婆在后面。等一下，我们会再教我不过那个黄开酒店，因为刚才到场已经是那是大哥在开工，大老爷婆在二哥峰。等一下你们还可以看回去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视频回看。非常精彩哦，那一段就是通过江西龙虎山的道长来进行一个开光启灵的这个科仪，真是非常的特别。再一个来拜阿公来上树。等一下，还有老二要来，一起来，张毅，一起，一起，阿峰啊，峰，收听这边，一起。哎，买拖鞋来这里，我比他们平。啊，大爷伯嘞，跟二哥峰，经常。也会。这样呗。微接二月播酒量好啊，来莫言，你弄完他的东西，也在来，过来，不要见。这一点来。OK 啊，今天我完成了我的心愿哈，就是拍到，记录了二哥峰奇迹哈。巴西哥，这球啊！
但是象征性的高个我们这五天里面都在告别大家都是高象征邀请这个法师生活高教主让我关系把你带内有啊你我华哈我因为其他的那个地那边然后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天第二天啊第二天刚才我们开光的就是这一天张天师，张天师，张道安，这边的安排很特别哦，他的杜涛坐前面的哦，好看了。张天师创立道教就是由张天师创立，至今已有1800多年了。我们这个改朝，所以我们是邀请到那个道教出拍的，就是这种的。好的，我要出去拍一下我的，我在这边见了朋友啊。光光妈给他弄啊。出去，出去。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二个峰的主殿哈 ，OK， 是太漂亮了，太 very very beautiful， 太漂亮了这地方啊。我们的三哥今天 network 失败，啊喝水啊 ，network 失败，然后呢他很沮丧，他只能拍 video， 好。做完这一边啊！一边到 is 维温度。要开印。OK， 我学子呢。师傅的。我在这边呢、啊、碰到好多好朋友啊，就是好多好朋友，就是我来看一看。杨老弟。这么哎，怎么宝贝？你这个脚，我在收，收不到。他们呢？在外面哦。啊？好多人哦。排队哦。哦啊，现在到二个峰给 blessing 了、哦、，blessing 了。我只要去，只要台湾哈、啊，我大概。不知道我三十到台湾了、啊，五月三十号去台湾，然后呢，四天，我只去四天也好 ，OK 啊，去四天，嗯 ，OK， 然后呢，他们呢，他们女的在外面喝 ，OK， 我去做 food review 了，好啊，等你要抛弃我啊，对，我去看那个食物来。走啊！好，来，我们听一下你们的掌声。来，给我们看一个很美妙的表演。说好了吗？因为呢，多大概20分钟的话，我就要下线了。我要去啊，麻坡这军店了哈，八二老港啊，圣明庙哈。然后呢，这边呢，啊，这可以啊，没有人请我喝嘞。啊，你请我啊？真的吗？有人请我啊？这是纯甘蔗水哦，纯甘蔗水。我请你。请我啊，谢谢你嘞，不好意思嘞。别人没有啊，你还有啊？别人没有，我有啊。别人没有啊。谢谢你哈、哦，然后呢，这边呢哈什么？甘梅地瓜。什么是甘梅地瓜？哎、欸，啊？什么瓜？甘梅粉哦，地瓜刷甘梅粉。蜜瓜，地瓜 pumpkin， 撒烧酸梅粉。sweet potato。哦 ，sweet potato 啊，哦，这边叫做蜜，甘梅地瓜哦，给这边呢，这边什么？哦，川粉啊，川粉，麻辣川粉，给这边。OK， 接下来吃啊、哦，这边哈、哦，麻辣川粉哈、哦，这边呢，这边我刚才我喝了刚才。主席，桃胶是那个
桃树，桃树上面有一些黏黏的东西哦，就是那个桃胶啊。加牛奶，果皮子加牛奶。然后刚才呢，我喝了 A 本身，我喝了火龙果。好，我们好了，我再看你这个了。好，你要吧？跟他换的杯啊、哦，包我的皮肤美美的哈、哦。这边是什么？苏西。OK， 这边呢 ，beer， so beer， 然后这边呢 ，OK， 手抓什么东西的？哎，这边有个东西叫什么？叫瓦波咖啡嘞，我没有听过啊。很好喝的。真的，当然好喝啦。哪里有讲你卖的不好喝，对吗？什么是瓦波咖啡？用瓦煲煮的咖啡啊，热还是冷的呢？冷的。冷的哈，瓦煲咖啡啊，可以，等一下来喝一杯哈、哦。OK， 啊，这边喝，来这边。那它是两杯的油哈、哦，两杯的油哈、哦。那这边还有，这边的油哈、哦，我过旅途过后呢，我就要去。Hello。哇。嗨。哎，帮我看一下。可以，没问题。我的 Facebook 说啊。什么在你开车马来西亚哈，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找他。找我。Vincent Chua。好。对吧？辛苦你了。Vincent Chua 哈，他拖车的，好，对不对？林水源。林水源啊。好，是主席啊。署理主席啊。主席没有来。署理主席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嘞，出钱呐、啊！哎呀，哎呀 ，OK， 你好，来吃，这边什么？是日本最长的薯条 ，OK， 这边什么？哎，千豆啊、哦，阿萨拉沙，啊 ，very nice， 啊对，千豆阿萨拉沙哈，对不对？那、啊、这边呢？中国烤肠，这是我今天捡。这么大条啊？对，那是中国的。啊、中国烤肠啊？对。哦 ，Hello， 七少爷吃什么好料啊？这个什么？这个呢？这是火鸡面卷。火鸡面卷。面卷啊？我、啊哦、没有听过的。是。啊？它外面一层是芝士，里面是包。是吗？给掉，一个来试一样哈、哦。这边，千多啊，给的，是吧？台湾手工水饺，花生马吉啊，对吧？是吗？对。哦，今天生意不好啊。经常，因为下了一场大雨啊 ，OK， 来啊，我们看哪个美女？刚才我就吃了这边有那个 ice cream， 哦 ，coconut ice cream， 对 ，OK， 来 ，hello， coconut ice cream， 啊，你到了 ，yes， 我们等着哈，我们去到八二老港哈，对吧？那个八二老港圣明庙 ，OK。我去做直播了，因为呢，肥哥呢，他不要跟我讲那边有什么东西啊、哦，他说 secret，OK，、okay? 但是呢，他说我不会失望的哈、哦，不会失望的，所以呢，不会失望的东西呢，我在半夜我都要做直播，哦 ，OK， 啊，对，好长，就是大概可能在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就开始了哈、哦，对不对？因为呢，八二老港圣明庙呢是一个很干崩的地方哈、哦，他们呢很热闹的哈，对不对？这是木槟吗？这是木槟吗？是吗？啊、，What I love all the way the car can cannot， 来看，哎、hey, ，What eat for you 啊？你，所以呢，下个礼拜呢哈，我们去那个慈海店哦，也是一样哦，也是有这种巴沙马兰在吃东西的哈，对不对？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些神蛋呢哈，就是。跟新加坡稍微就是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有这些，哦，巴沙马拉，好可以吃，哦，对吧？桃胶，就桃胶哈、哦，对 ，OK。第二个 ，Hello， 哥们，啊，你们请我吃东西啊？你要吃什么？我买。OK， 好，现在呢？我先吃点东西，然后呢，我要 text 我那个 driver 了哈、哦、，driver， 我的 driver 再说一次啊，这次肥哥哈、哦，肥哥 sponsor 了哈、哦，来回的包哈、哦，包车，哎，这边还有一个车哦，卖什么呢？哦，章鱼小丸子，
别对脸拍，对这东西拍可以。嗯。那你吃了吗？还有打包哈。吃了吗？还没有吃。要做一份给你，你要走走一下，老天，你会过来，过来。我不要一份，我要一粒耶。啊！哈哈哈哈哈！那这边呢？是卖什么呢？这边？啊，这边卖 fish ball noodle， 还有 pork chop meat potato， 啊 ，popcorn， 哇哦 ，hamburger 这边 hamburger 的 ，hamburger 的，好。我们招牌是猪肉。啊？我们招牌是猪肉。猪肉堡啊，猪肉汉堡啊。猪肉汉堡、猪肉面都是一样的肉来的，我们的肉是自己制作的。自己制作的哈。我是腌制啊 ，OK， 肉也是 ，OK， 我叫我的，我叫他们来这边一起吃的，把它吃光 ，OK， 好，你看 ，so many things to eat 哈 ，OK， 啊 ，OK 啊，大家，可以了哈，我要下线了哈，好，啊，这边是啊临水腌的，好，助署理主席，副主席，好。啊，出钱的 ，OK， 出钱的，啊，这个是你们在马来西亚遇到什么问题找他，他叫 Vincent Chua， 给 Vincent Chua， 哦，拖车的，哦，啊，然后，好，是拖车的吗？是，不是拖车的，是啊 ，Vehicle Recovery， yes， 啊 ，OK， 好了，今天我做直播就到此为止了哈，大家，啊，请你们等多半个小时啊，我半个小时吗 ？45 minutes 吧，对不对？我们去那个。八老港至尊殿哈，八老港圣明庙了，不是至尊殿，八老港圣明庙哈，看飞哥那边呢有什么样的精彩的东西 ，OK， 我们待会见，拜。